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子，于是她每天都向上天祈祷，希望能再见到他。终于，她的诚心打动了上天。你想再见到那个男人吗？你要放弃你现在的一切，还要修炼一千年才能见他一面，你不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洒在我的脸上，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。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闭上眼看见天堂，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。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，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染上了疯狂，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看见天堂，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。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，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染上了疯狂，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
你是不是还想和他在一起？那你还得修炼。我是很想，但是不必了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爱他并不一定要和他白头偕老。很好，有个男孩可以少等1000年了。他为了能够看你一眼，已经修炼了2000年。